大家好，我叫张文斌，曾经我也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，是翻墙之后慢慢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脸。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、文化大革命、三年饥荒、计划生育，还有六四屠杀，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对西藏、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，到今天，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。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，甚至还在歌功颂德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看到香港和台湾人民勇敢地对抗共产党，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呼吁大家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，团结起来推倒面前的那堵墙。习近平下课，共产党下课。或许我不能亲眼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天了。也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被大家看到。总之，这个世界我来过。